愿吃龙虾的给我双击呗。来一个 QQ 弹弹的海参，蘸点料，哇！有大的，我为什么要吃小的？对不对？这东西咋整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拿头开？我才没那么笨哦。那大米真亮。好，就有点烫。喜欢吃就给我双击。你肯定会说你不喜欢吃。是不是双击又不耗电？今天吃点好的，这个好的不一般，偷钱整来的，你知道吗？爆头，还有这一个海参，我告诉你怎么整哈，海参一定要把它剪开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样子剪开以后，扒开里面，把这里面给它处理掉，给它拿掉，看到吧？